热艇对苏大康沉下来，迎着广化悠悠转成的春天。万人讲春天唔系特殊嘅天啊，地充满发力嘅高湿度，客家一年嘅发通天天展开。对鲁本化、油桐化开发，因那列丰富精彩嘅庆典总算开始了。小朋友、老小朋友记得，当认真来展现爱本世界长度硬嘅歌。一来到新年，油桐化就当中约好中央，用鬼片的满山嘅石拍，热情欢迎来自四面八方嘅好朋友，大家数天数白白行，以台上前嘅记录留猫片，共同谱出春游嘅好时光。今年母子间，热天小露露嘅日头要降临桃园客庄，桃园有钱塘乡嘅好名声。伫乾隆年间修筑嘅龙潭太祠，伫五一节嘅时节，每年嘅年轻上火嘅客庄，一下诶杀战鼓响连天。太祠度嘅龙山奋勇抢险，参加爬龙山嘅每一三人出力，用动车有一致嘅姿态，爬出团结一心、奋勇向前嘅大将精神，再爬出龙潭龙山比赛嘅百年历史老文化意义。沿岸五港嘅沙滩灯光，传来一层又一层嘅神秀，原来系太太细细嘅游客街道，当来依山丘，全日来登一条又一条，对海都嘅延伸到岸上嘅所嘅，体验千古一项传统渔业嘅传统。一啲年前，客家先民曾用神庙到神仙来抵抗外来嘅侵略，写下当多地方有感动人的故事。在平镇战记当中，还透过一系列的法通，鼓励大家加点神气对抗战的方式，发挥团结合作的精神，体验客家先民英勇奋战、保向地图的歌唱，还可宣传一份马家都唔强的硬强精神。在出家的前后，每本学生的加点演唱的老讲故事的比赛，认识客家音乐，老展现口述能力的好时机。来，你有啥姐姐？好，是客家移民之的重要节日，客家移民保向地图的重义精神，年轻人虔诚的移民信仰，层层保庇等客庄的子孙。在移民之乡，除了开坛风范了的传统祭祀的法通，还加入的彩旗表演，还有音乐晚会。请平安，是早期农业社会秋天苏醒的时节，客家庄重要的民族文化。客家乡亲除了准备上山以庙方祭拜，每庄还在林丁表演一出平安戏，来感谢神明过去一年的照顾。故说有一庄演过一庄特色的平安太戏，总是充满快乐又清神气。
康后，大家晚安。希望代代相传，能够把客家传统，不只是语言文化，我们的客家精神也能够传承下去。客家走入生活，客家结合在地，客家成为桃园的城市亮点。客家人坚持学字，从事教育。北台湾第一个宋生节，将手提的狮子以三天鼓励勇抢河神送去大海。透过客家民俗料理的比赛，本传统客家菜行业成发，成为桃园的赏识特色老港点。寒天的供养，点出出来周边赏识的风情。一连串文创艺术展览来发通，人文影像记录，传统山歌比赛，音乐教研巡回，就当中寒风当中唔会糊嘅火苗，点出客家文化嘅光芒。高十度，充满党火糖的客家话，小朋友记得快乐一个学习，充满一粒又一粒细细的热量，以集电状态。虽然来到年尾，不过新年的记得在笑容当中，还看到客家文化的传承希望。另外，自表现客家港点建设的陆续现建医院，还没看到的桃园客家无同样的未来展望。